一博半天没有说话了，一博只要一说话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受一博的那个身份。对，一博跟小姐姐聊聊，一博你问一个问题，对，问问他多大了，大了还行。你帮我们问问线索吧，就是说他叫什么名儿？您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他说了，我刚才说过了。你刚才说你不是？我说问的是这个电影，这电影那肯定不会告诉我们吗？那我们下一个地址在哪儿？我知道。哎，可以告诉我们吗？暂时还不行。暂时几点行啊？你是有点儿的还是什么意思？那告诉我这个字是在哪个位置？啊，我告诉你了，跟你知道下一个地址毫无关系，所以我就告诉我下一个地址呗。不行，不好，好，我先起个头吧。哎呦，沁园春，长沙。哎，你起的这个头太好了。毛泽东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，到一博了。哇，独立寒州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看漫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好。慢，还到我。漫江碧透，白舸争流。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。对，望漫泪双天尽自由，畅辽阔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闷，一起来，携来百侣同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奋读当年万户侯，曾记否？望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